分别21年重遇，张学友、张敏合照，你依旧是青葱的模样。一张张学友和张敏的合照，让人想起他们曾合作的电影《女黑侠黄英》《最佳女婿》《笑傲江湖》《追日》及《神经刀与飞天猫》等。张敏近日在微博分享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最大的亮点就是歌神张学友。贴文写道：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不是邂逅一场花开，聆听一阵风来，而是无论我在哪里看花听风，都能感受到来自于你的温度。很多时候友情可以轻于唇齿，只需种在心头，如此便好。人生经不起眨眼，一转身竟已分别了21年。如今我已不复当年的青涩，而你依旧是青葱的模样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无法忘记当年你曾给予的恩泽，那就是你与人为善的博施济众的胸怀，这是我毕生不曾停止过的追求。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今生得以与你相逢是苍天赐予我的福德，在此我诚挚的祈愿，愿我亲爱的如兄如父的学友如松柏长青，愿幸福的微笑一直驻足在你的嘴角心田。今年已经50岁的张敏把56岁的张学友视为最亲爱的朋友，还称如父如兄，更称赞张学友依然是青葱模样。